この物語は、南家三姉妹の平凡な日常を淡々と描くものです。過度な期待はしないでください。あと、部屋は明るくして、テレビから3メートルは離れて見上がってください。从这边开始，十个先各开一百嘛，所以总共是400。咚咚咚咚咚，还没有20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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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哎，没有30。咚咚咚咚咚咚，一个，30有一个了，40。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一二三，三个，50。咚咚咚咚咚，这样是多少？一个，所以加一是五，60。一个，所以六，飞机还蛮多的，七，一个，其实就10%嘛，跟之前算的都差不多啊。八。没有，八了，没了。其实还可以再开，90，两个，三个，所以是10，90，100，要整理了，最后100。金吊臂有，那个高频居然不是高，那什么博福斯居然有两个哎，切，感觉金吊臂终于有一件了，可是其实金装应该要算它才对，然后其中有一个是金吊臂，美国箱开了100，然后出了13件，然后皇家箱，咚咚咚咚咚，一二三，三件，所以是六，这是十嘛，二十再加一，30。30又有了，再次加三，那是130嘛，然后金吊臂有2个，402个，所以是22，140。应该差不多了吧，刚好满嘞。加什么？140吗？50，等等等等等，50多一个，21，60，又多一件了，70。123，27，80，没有了，所以是70，123，所以是70，80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802个，所以29，90，
九十又一个，刚好三十。一百，一百又一个，所以样样是两百了。三十一，现在要开藏王的十，咚咚咚咚咚，两个，所以是三二三三。二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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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，三十，三十一，三十，三十，二三零，四十，四十二，所以是三十六，金条币两三件了。四十，五十，五十一的，五十，然后六十，六十有两个，六十，剩下六十了，又满了，两百六十二。还有像是六十嘛，所以七十，七十两个，所以是四十一，八十，哎，金条币又一个了，九十。哎，九十没有了，最后了，一百，一百，一百又一个，所以四三，这样是三百了。最后是开那个什么铁血的，一百，你看。十，两个，所以四五，二十，一二三四，四个，三十，金条币出现了，呵呵呵，三十。少算哦，是少算哦，所以是五十一，所以三现在开了三十，所以从四十开始，四十，四十一二三，所以是五十四。五十五连呢，五十加二五六，六十，加二，是五六吗？我刚是加，那是六十了。我有点忘记了，我一消掉马上就忘记是五六吗？现在金装是五六了吗？五八了、哦，对，五六加五八啊，好好，有点恍神了。所以上三百六，还有四十，所以是加六十，七十连。没有，八十。又是五连，加三的话是六十一，九十，没有，最后的十抽，
一百。吊臂六十二。好了，没了，这样四百连了。整个吊臂有吊臂有七件呢、欸，然后一压有九件呢、欸，一压九个，一压超多的，一压跟吊臂超多的。因为这个一压跟吊臂是泛用啊，全部地方都会出啊。然后 SG 好像是美国香，真的很好用的很少哎、欸。F6F 也才一个，博福斯。五连，大概就这样吧。好像也没有特别厉害的东西。高频一个，不是，高频有两个，然后秋月一个。都已经各开一百箱了，四百个是二十个吊臂，差不多15%，对啊，10到15%了，我觉得。梭鱼算是比较好的啦，这算里面的大奖，然后一压的多到不要。所以今年的开箱看起来，高于平均吧，我觉得15%，以前是10%，以前我开的都是10%，这一次大概有15%，对吧？算是高于平均的，10%已经算很厉害了，对我来说。